我这生吼上感谢的人是，就是阮的爸，我的爸爸。哦，伊就自细汉，大家叫是讲吼，我咧唱歌足厉害，其实无，我拢无伊的一半。我所有这音乐，我的声嗽拢是遗传对阮爸。哦，因为我有听到呢，这个亮哥吼，啊，讲过伊爸爸，他觉得哇，所有的感情都释放出来，尤其是咧经济层嘛，爸爸呢曾经呢有很严重的一段时间，阿姨呢就用心咧去个病医，然后呢放他的歌给爸爸听，爸爸呢甚至在那个 moment 的一段时间。已经失去意识了，但是近年呢，却有一个歌声慢慢啊唤醒他所有的记忆，就无简单的啦。哎呀，啊，我的爸爸是自细汉出来种田嘛，拢看牛，那看牛那唱歌，迄阵出来嘛无钱好读册啊，哎，就就认真去考迄公费学校，啊，为着要学音乐，我逐工安尼学钢琴，就好学钢琴，到尾就是用一台钢琴甲阮饲大汉。安尼吼，啊，即马这钢琴，我爸爸退休了吼，我拢甲整理。起来藏伫我的录音室，哇！吼，啊，这嘛是足感谢这钢琴嘛，是种感谢阮爸爸。生命之结婚是一个信物啦。是是是，啊，所以讲一般，基本上咱拄好开始伫歌坛开始是，嘛，唔是讲介顺利啦。啊，拄着一寡困难，爸爸嘛是甲我鼓励啊。是。哦，伊不但讲哦，叫我袂使放弃，吼，啊，过一阵啊，去有朋友倒一寡钱哦，嘛是手头有较闲啦。你习惯了。啊，唔是唔是，无无无。好啦，你只要我爸爸嘛是退休金提出来，要继续给他支持。哎呀，对啊，所以讲我对伊吼，我就足感动，我嘛是足感谢的啦。吼，我所以我定咧讲，我一生吼，我上感恩的人是我的爸爸。有啥物歌要唱我爸爸听？新来。这首歌为你挖落去，要送给我。哎，好听的歌曲，用心来听一下。这不是最后的结局，请你相信我的心。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过程，跌倒感到袂当搁徛起，若不是天地可知，敢还有啥物道理？哦，但是我敢会使放弃，敢通搁流泪？我要为你。算剩一口气，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。心点点滴滴的宝贵。
哇，那你讲故事给听，讲你感觉拢无感。很感动。我转回的迄个画面吼。老师，你听迄首歌干嘛？你写的哦。我写。好厉害。你真的很会写这种歌哎。亲情的歌。嗯，很会触动人心的。我一度想讲你老哇塞，结果哈，经过哈。我嘿，嘛是爱经过。